在我们那个乡下嘛，乡下那个田野里面拍，汝阳县城那个小乡下，我就是一个宝妈嘛，在家里就是给两个孩子做饭，衣服都是我自己想象用什么材料，就是去准备完以后，就是自己开始去做，就是我的时间都大部分都是晚上赶出来的，就是麦穗也用过，那个玉米包皮嘛的那个用过。那个就是咱们平时喝酒的那个易拉罐，那我也制作过那个衣服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手工画的一个龙，自己画的一个龙贴上去，有时工程很大的，只有一个人没帮忙的时候，你想完成这个作品必须晚上，有时一个晚上不睡觉，第二天就是继续做，甚至到做到天亮的都有。